大家好啊，我是杨帝。之前有好多粉丝联系我要杰克罗素梗哈，以前没有，看到没有，现在是有两条现货哈。这两个都是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疫苗齐全的哈，这两只不是一窝的哈，两只都是小公，都想出来哈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开脸更好一点，这个骨量更大，看到没有。以前咱拿的捷克罗素梗基本上后背都是纯白色的多，之前有好多粉丝联系我要背上带色块的哈，以前没有，你看这两只都是身上有花哈，有色块。哎，放你俩出来跑一跑。哎呦哎呦哎呦，看到没有，哎呀，这个出来了哈，那个还没敢下来哈，你看他在叫他的小伙伴哈，下来下来，那一个胆子小一点哈，这个胆子大。哎呀哎呀哎呀，电动小马达。咱把这个拿出来也让他跑一跑哈。哎呀，这是放出来了哈，还没有他俩。哎呀，到处跑哈，这种狗就是兴奋度特别高哈。哎呀，看没有，这个好训哈，这个也可以哈。哎呀呀呀，没时间训哈，有时间训的话，这种狗可玩性比较高哈。拿食物当奖励哈，慢慢训可以哈，丢个飞盘之类的，这两只都不错哈，这个骨量更大一些哈，这个骨量大的没断尾巴，这一只断了一点尾巴，看到没有，都是两个多月疫苗齐全的哈，漂亮哈。哎呀，跑一会儿再把你们放笼子里面去哈。哎呀，还撞车了哈，刚才让他俩在外面跑了一小会儿哈，可能时间跑得有点短，两个狗都没跑过瘾哈，两只都是小公，还有没有喜欢的哈，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，这两只都是疫苗齐全的小公，漂亮哈。